家庄主邀请各位副庄上接席。汴梁赵敏在此恭候多时。师傅喝茶，是不是惦记着那个小子？弟子不敢。怎么样？这些都是你编的？那当然。谢谢。想必我也是名门正派眼中的魔头。周姑娘不喜欢我这样的女魔头啊？自从那天以后，他们两个就眉来眼去的。周师妹要是跟他没有私情的话，师父，弟子发誓，跟他毫无半点私情。只是，等一下，是看你在担心什么？学文外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待会我的手下人到齐，你便知道想要带走我的人是不可能的。